之后，道不会毁灭。道因为无取无来，不生不灭，乃代表着宇宙间更不变真理的本体，也就是宇宙自然的本体。在混沌未判之初，宇宙间只是一团灵妙理，无天无物，也没有语言和文字，所以我们是无法以任何语言文字或思虑来形容它。故大道无名强名曰道，我们也是想到个名词来代表它。在第五生之，早又能贯穿于宇宙万事万物之中，使一切的自然现象均能呈现和谐有条不紊的运转，这就是道的妙用。道大理，我们虽然无时无刻以不道的本和妙用，却又很不容易去认识它。因此在两三千年前，各教圣人应运出世，各化一方，针对当时天时地利及生根气，留下千经万典，传下诸多恶从善的修持法门。